記憶と空っぽの世界、足りない形を
哎，不是，看大屁股也进来了，不是，不是，下面我不料想了，哎，哎，怎么没事？ 听起来我们干话喽！哇，直播干话！你还听我们干话了吗？哦，没事。都在干话有什么差别？干，这里不是，这里不是赛评室啊，这是干话室啊！<笑>太多了，太多了吧？哦，没事，没事。我是 Ben 啊。 他说你 pick 还是你要 ban 还是 pick？ 没有，是 ban， 是我以为是你 ban 掉 NS， 然后我选 NS， 然后有我选的。没事。我把这个历史性画面记录下来。你们遇到第一次，赢了一次，赢了一次，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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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次。应该要赢第二次啊！赢要赢第二次是吗？我是偶尔会真的看到黑露露零比四遇寒的。但我比赛实力就很烂。没有那么强。这裁判师不会 skip。
啊，裁判就是不会吃地方了。啊，会了。我又输了。你在干嘛？我赢第二场。我是不是要四零了？哈哈哈！太混了！干！我要输了！太强了吧！太强了吧！什么鬼？我要输了！我心脏真的快爆了！只能选 HR2 了，会比较稳吗？我觉得不会。不要不要 HR， 拜托你。HR， 啊，真的 pick 了。看，怎么有个好友，那个好友栏，突然有人跟我说那个曲爷上线，是不是黑露露？剧本早就写好了，我不知道。那我就说吧，我写我被四比零，好不好？你会赢啊，你放心，你真的会。不会，这个我会死掉，我真的会死掉。其实我们现在都在奶对方啊，我们来看哪边的奶比较强。看，我刚才在隔壁棚奶断了奶哥，现在过来奶玉恒吗？这张两分钟好长哦。这什么？起来，起来！我要死了！选手护奶了！干米，你要打死我了！哦，裁判不会 skip 哦！裁判不会 skip。看，哦，听节奏，听前奏，先那个，先酝酿一下这个。我要太长
笑死我死掉了。太白痴了。等下我要比赛。我直接死了。哎，换我选是不是？我选一下。哎呦 ，HD 又是哪一张？不知道。哇，刚好选这张，完了！哦，第二就是我。哇，这张，已经开始筛剧本了。看衰剧本，阿俊你呀、啊？怎么跟我刚打那一张一样的 BG 啊？一样吗？对，一样的 BG， 一样的 BG， 不一样吧？啊，好啊，没事。呀，刚刚你怎样？我刚死掉，在干嘛？死掉，可耻！我想说，我怎么突然第一名？在玩吗？妈的！啊，你要选哪一张？能选哪张呢？怎么那么诡异的笑声？这里怎么那么多人呐、啊？这边现在有八个人。V N 二，不要啊！你不要开抢、哦！我一定会开一下。很烫哦！因为这首我们要把 H D 有点开抢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没这张？好呗，我怎么没这张？野猫载下来。你没图，你还选？
我有啊，不，哎，为什么我没？大佬都是没在没图打比赛的。我没打过这张，真的，我没打过这张。朱雀，朱雀，啊，青龙就那张嘛。笑死我！等一下来看我 ACC。命 ACC。来，我们来打 TB。想好了，想好了，打 TB。你，我们各让一场，然后打 TB 要不要？没有啦，不行这样。我要选哪一张？嗯，你们也只剩 No More 的可以选，或者是 FM 吧。DT 还有一张。也还有一张，虽然说我不想打那一张，那张太简单了。我觉得我越简单的图越容易懂。要不然你们就 FN 啊，老夫也是可以的，但也是稍微偏点难。Free mode 三是什么？Free mode 三。Free mode 三是啥？没有 Free Mode 三的，没有，那就二。Free Mode 三就是可能就是露露自己做的图吧，对，自己做的图。哎、欸，有没有人会不会有人给我截图，然后笑？以后笑我一阵子。笑死！会不会有人截图，然后笑我一阵子？就像玉涵那张照片一样。
靠北。欸，聊天室都听到了，接起来。我驱动没反应呢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驱动没反应。我刚刚不是就定在那边嘛，然后就死掉了。怎么可能？屁啦！干压脚好难哦。哎，我一开始这就是我游标卡在中间，然后它就不动了。我觉得蛮硬的。哦，现在这边是打 PP 专卖耶。都是写出来的。看，等一下，我 DP 还没载啊。看，你看又一个，没有图还想。
哎、欸，直接选哦。哎、欸、哦，你三星哦，笑死。刚刚 TP 六分多钟，好像是 Les 做的，拉屎做的，是的，就是滑条摆得很奇怪，超难读图那种。哇，你也许啊，真的假的？这张图不要来许，把我看不懂。TP 太傻，死定了，死定了，输定了！你看不懂那么高啊！李约翰，你在干嘛、啊？我睡个觉起来已经打到 TP 去了。我就不会打赛了，都是局人。没关系，我觉得。这足够跟我祖孙炫耀一辈子了。
GGWT。哇、哦，恭喜我们的 Zen 进到32强，猛！恭喜玉涵，啊，打到 TB 了，打了、啊，这都是剧本，这都是剧本，策划好的。都是剧本啊，都是剧本，这样。恭喜二位，恭喜赢了 ，Mina JRC。你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这个笑脸？这个头像？就是他现在JRC。